需要排队哦，因为太多人送魔法书了。一个一号的话，在邮箱回复。一号的话，在邮箱回复。等一等好不好？等一等吧，乖乖，在直播间陪陪我好不好？感谢鬼子哥哥的三位叔叔。感谢鬼子哥哥连着送了三位叔叔。可以，好了，记得给哥哥们安排一下哦。那个小傻瓜是不是想我了？还没有送魔法书的，抓紧的把魔法书交上来，把魔法书都交出来，送到这里。十分，加油！
那里想你。
来了吗？艾顿哥哥，蛋蛋都洒落了一地呢。你低头往下看，全是蛋蛋。是得哥哥帮忙打开吗？